你们看，我可以边拉手电筒边往后走，可是我的移动速度跟跑步一样，我就可以回疲劳，回到满。然后我可以边照它边后退，边累积大跑。那请问你们吃西瓜，兔子会把西瓜的籽当机关枪射吗？小的时候会拿去射自己的亲朋好友，或者是射邻居的小孩，在那边对射，真的有啦，真的会啦。很小的时候，小学种子机关枪啊，小啊，那时候年纪很小啊，小孩子的快乐就是这一些啊。以前吃西瓜的时候，大人都会骗小孩子说西瓜籽要吐掉，不吐掉它会在你的肚脐里面长出来。小时候还真的信欸，那是真的。真的还假的？你不可能吧？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呢。嗯，开膛都撞墙了。这里没反，反正在另外一边。他在那边拉电锯是要飞过来，是不是？你们看，我可以边拉手电筒边往后走，可是我的移动速度跟跑步一样，我就可以回疲劳，回到满，满了我就可以再按一次大跑。哎呦，哇塞，他刚贴的那个车子滑欸，好猛哦！有拓海，真的有拓海。反正这个技能大概的用法是这样，但是就是有点浪费手电筒的电。就是你的疲劳快好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按右键来代替你跑步，然后让疲劳突然回好之后，突然拉大跑拉距离，可以让它误判距离。它是开着手电筒的时候，移动速度那个光明勇者才会触发，光明勇士。才会加50%分，然后再加上右边那个专注，也会加走路的移动速度，就会加两个。主播，我刚刚摔车，现在头好痛，请问我该怎么办？哎，去医院检查一下吧。如果你摔车，你感觉你有撞到，然后你觉得哪里痛，我觉得不能忍，不能等欸，真的要去检查一下，超危险的。这些人很勇，我是因为有大跑，所以我才在这边耍白痴。然后我可以边照他边后退，边累积大跑。恶心死你，哈哈！我让边走边后退，然后那个鬼还要边躲我的手电筒边前进，老痛苦了。我跟你说，他其实只要抬头或低头走就好，根本不用那样转来转去的。鬼其实只要抬头低头，那个什么手电筒就照不到了。这里好像是该我上场喽。哈哈，追他追的好好的，为什么没有事没事就跑回来追我？好危险哦！我的队友一个二挂，然后两个一挂，哦，又一挂了，这样子两个二挂，
那你挂一下，不用吧，我认真帮忙修机，尽我最大的努力认真修就好了。完了完了，卡枪卡枪！哎，你怎么不怕？有齁，有感受到这套的强度齁，虽然也是来搞怪的啦，硬要说的话其实也是来搞怪的。哎呦，哎呀，他怎么没有马上爆啊？我怕他背转，所以我一定要提前开始跑，要不然我会来不及知道。他竟然没有马上爆，那没办法。不行啊，因为他都被挂，他也感觉快没了。我感觉我是下一个要没的。像风机风40秒哎。加油！算了，不要。我他刚好超载，我真的是，哦，太快了吧！那个超载速度真的好快哦。啊！全部二挂。作弊，老哥，要不要先考虑先把我拉下来再捋？要不然没机会了呢。不能转，不能转，转了会死。啊！整个大跑，这个走路真的超快的，偷偷地照你。哦，超载，
比利的超载移动速度真的是快到有点，有点太多了吧？一来就看到你拿手电筒在皮，哪有老师？胡说。